那我这个字体是调成繁体中文啊，反正我们马来西亚人他妈的简繁体都看得懂了，不是吗？那我们开始吧，这个继续游戏吗？啊 ？What？What？ 我刚刚有开来玩吗？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再讲了，我要开始新游戏。我刚刚是开来调那一个画面，重置选档那个。来开始，来，靠北马一样。他为什么开头弄到好像我已经玩了一半这样子？林子福回想起来，我和莫奇的相识还真有趣啊！它是类似这种画风的游戏哦，它不需要你跑来跑去了，就是你只需要在这边点点点，超爽 ，OK？ 当初父母让我去见子父未婚的未婚妻时，我还极力反对。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相信这些封建习俗啊？这是我们男主啊。父母过世后，我按照他们的遗愿去拜访了他们指腹为婚的这个世交家族哦 ，OK， 霸道总裁，还有那个什么小娇妻。结果我后悔了，后悔没有早点来，早点认识他。很油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有你的油。我们的爱情与父母之命无关，其实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眨眼之间，我们就在一起五年了，五年了。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吗？今天是我们的爱情修成正果的日子。哦，我要来娶她，是不是？我叫林子福，头很晕，最近总是昏昏沉沉，可能是每天都被死党灌酒的关系吧。深呼吸，千万不要在迎亲的时候出丑了。点击推台大门，珠帘闭合。奇怪，刚才这么吵，人都到哪去了？是恶作剧吗？不知道是不是躲在屋子里面戏弄我？没有100万不给开门，是不是？我点啊！竟然打了死结哦！你完了！你怎么能在结婚的时候提出一个死字呢？亚洲父母已经很生气了，各位，这一定是莫奇的主意。我需要能剪开绳子的东西，会藏在哪里？藏在你睾丸里面。没有头绪时，点此查看提示。诶，它可以查看提示哦，这个游戏。莫奇喜欢把东西藏在容器里哦，不是我的睾丸，所以关键物品很可能藏在院子另一侧的竹篮中。干，太神作，你知道吗？这个游戏谁能想到这里有一把剪刀呢？没有想到 ，OK， 我以为这个篮子里面有一根老二还是什么之类的，根本没有想到是一把剪刀，不是很锋利，还是能将就着用。你确定不要用你自己的老二吗？我老二比这个还锋利耶，剪。哦，这么玩 ，OK OK。喂，妈的，吓死了！这我女朋友吗？莫奇，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感觉好像在梦里一样。啊，女朋友的名字有一点像甜品，你知道吗？莫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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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司仪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哦。十一点半是午时吗？你讲这游戏欺负我没有智商是不是？已经开始哦。哎，吓死我！我以为我自己没有脚。这拜的是我父母还是？有一点。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眨眼不仅就变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喂，鸡掰！我在想他眼睛有月经，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莫奇，莫奇，你在哪？宾客也不见了啊！从一开始就没有啊！你以为谁他妈会参加你的婚礼？手机怎么没有信号？肯定是用 DG 了。林子福用力掐着自己的手。哎，等一下，我觉得他的名字有一点像，很妖性，你知道吗 ？Panadol Thompson 林子福。然后他女朋友的名字很像甜品，莫奇莫奇，好痛啊啊！不是幻觉，是恶作剧吗？啊，还是谁？是谁拍片 ？Jason， 不管那么多了，我必须找到莫奇莫奇莫奇。刚刚是他在喊吧？什么夫妻对白？百年好合，坐吃和什么良缘，永结同心成佳偶。哎，这可以点哎。山猪大香，我爸爸最爱最爱最爱放的。这。盒子被锁死了，打不开。这里是要放什么东西吗？这一看就懂是子宫啊。哎，这个提示可以按啊。不要不要，我们不要这样快按提示先。我过半个小时我还解不开这边，我们再来按提示 ，OK？ 然后一按了，我们解开了，我们就去退费 ，OK？
那什么托盘里面有一些被撕碎的纸片，他什么都还没有给我，他就给这么多这些解谜的，我是这样。你可以按，又要密码，完了，这个游戏没有跟我讲，他这么严格啊，各位。使用红布和吹风机做成了假火盆，经费不足，结婚经费不足。哎哎，这可以按哦。全部是纸做的菜，纸菜，我们先放着，先放着。还有按可以按，哎，这可以按哦。什么东西掉地上了？火柴啊！谁可以想到这边有一个火柴？查看提示，道具提示暂不可用，请稍后。What？ 它还有一个时间点，火柴我可以哦哦。啊！哎，我不是要拿蜡烛，我要点蜡烛。干谁？谁可以想到那根蜡烛可以拿呢？我想不到 ，OK， 这可以点吗？哦，蜡烛不可以点，可是你可以拿。OK OK， 我搞懂这个游戏的逻辑了，各位，我搞懂了。这又可以去，又一个纸人，死小屁孩！宁子服试图将纸人挪开，太邪门了！这纸人居然比石头还重，用尽力气去推也丝毫不动。干，它里面是有多少堆石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这样会失火的啊！火柴你就拿来烧它了啊，不然呢？啊，这个死屁孩就挡住我要出大门啊！完了，我觉得可以去推飞了。江湖老是粘合物，还用来粘春联。莫吉的父母都在去年先后得病过世，而、哦、这是他爸爸妈妈。为什么拜堂的时候好像看到他们？是因为宿醉产生了幻觉吗？叔叔阿姨，叔叔呢？哎，不是，这是阿姨，这个是叔叔。这里可以干嘛？江湖，哎，我按按的哦。阴司级啊，100万啊！哦，把它连起来是不是？干，没难度啊！这游戏其实是不是？哎，粘了，使用江湖粘好的纸钱。我纸钱要来干嘛？一直在这边是在靠北啊，给钱你。也许该把什么？什么？也许该把钱装在红包中。哎，干我太聪明了吧，各位！是不是什么丑午宴、陈子生、紫言生？一、三、九、一、三、九。干，我还以为要跟着他亮那个顺序，你知道吗？这个红包是空了，来塞钱，过路钱，他妈的！然后这件衣服呢，穿上来。红包里面塞一张纸巾，不用看提示了，一看这种是死啊！谁会把寿衣放在行李箱里啊？管他的，一看这种是给那个死屁孩啊，是不是？来，拿去，不用客气，给我他妈滚回去你妈的子宫！叮，消失了，怎么可能？难道真的是？哎，我现在可以拿个蝴蝶哦，不管你们是人是鬼，我都不会害怕。把墨汁丸给我，盖高了，还差一点。门上有一把大铜锁，然后呢？哎，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哦。我应该是要去找新的东西了，是不是？这应该有什么蹊跷哦？对啊，我也点完了。The fuck? The fuck? 这个房间可以进耶！我太神奇了吧！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房间可以进？发三二，这是什么？打麻将，叔叔阿姨。跟哎，这个有这么简单吗？等一下，二，我这个他妈又简单到死哦！哎，钥匙拿到了，来，钥匙我知道去哪里啊！哎呀，哎呀，莫急哦，莫急，莫急，莫急，你要去哪里？跟上去，这次我知道可以点五。他拎架哎，莫急，吃干嘛哟？手镯，哎，有声音哦，手。左，哎，这边有个洞哦，这个洞我猜一定是可以进去的，一定是可以钻进去的。手镯，你是说我们的定情信物，还放在礼堂桌上的盒子里，你要我把它带过来吗？完了，莫奇原来是个智障，只会讲两句话。呀，门从内侧锁住了。哎，蝴蝶哦，哎，我看到了蝴蝶哦，莫奇是你吗？没有任何回应。哎，找到了，这次是了吧？
哎，有没有剪刀？我不要剪刀，我要你给我一把梯子。还是奇怪，明明近在眼前，为什么我摸都摸不到盖头呢？好像比看到的更遥远一些。来，剪它，剪不了。这剪什么？剪这个？剪彩？剪？等一下。谁能想到剪刀要拿去剪火呢？只有我想到 ，OK？ 一块红色的碎布 ，OK？ 我就知道你不是这么简单的 ，OK？ 红色的碎布，然后现在要来干嘛？莫奇，莫奇，我们的定情信物，一块淹了，一块淹了月经的碎布，来碎布，来碎布，这样，我不要，不领情，他妈的臭莫奇！我碎布现在要来干嘛啊？叔叔阿姨，来碎布给你。这张照片刚才是这样子的吗？本来就是啊，靠呗。来娶阿姨 ，what the fuck？ 我刚想开玩笑说，来把这块红布挂在阿姨的头上。我今天不娶女儿，娶阿姨，不娶莫奇，是不是？我今天要娶油条。照片上刻有两个奇怪的符号。等一下，叔叔，你等一下。叔叔来，叔叔，我要娶你。看到了吧？哦，没有了哎，就这样用完。那我这边随便按都会对吧？哦，是哦，擦将远的。他刚刚明明不是这样写的，是什么？秤杆，传统婚礼有其称数奴啊，这个我懂了。这个是不是去撩那一个新娘的裙底？不是，撩她的那一个头巾。继续摆。这两个指纹是叔叔阿姨，不，现在应该叫爸妈了。干，我被那个阿妈吓到哎、欸，他那个脸，我被他的那一个淫笑跟他这一个脸吓到哎、欸。敲他，这有什么好 end？ 这有什么好 end？ 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 ？OK， 可以去洞房。妈骑什么弓箭？射吧，射吧，窗口。射烂他的喜，射烂他盆栽，天作之合。你不要跟我讲射爆气球啊！哎呦，真的是射爆气球啊！太好玩了吧，这个游戏。然后呢，哦，蝴蝶可以捡了。OK OK， 我知道。弓箭，哎，弓箭没有了啊，这个焊杆还在。哦，这个游戏太好玩了吧！来双飞，双飞，祖传秘方，哎，手镯找到了，来莫奇，母亲的遗物，赵琪遗愿送还的莫奇当做定情信物。这手镯是母亲的遗物，她生前经常跟我说，这是留给我结婚时送给新娘当信物的。她总是说这手镯能辟邪，让我们远离媚气。哎，你确定吗？现在整间房子都是煤气耶。我老婆莫奇最美耶，她看起来整个很不对劲哦。莫奇每次看到这个手镯都要开玩笑，说她还没出生时，未来的妈妈就把手镯就把手铐准备好了，是要把她一辈子都留在您家吧？不是要把你抓去坐牢 ？OK？ 为什么一定要我现在就拿出这个手镯呢？现在就去问问她吧。OK， 问问她吧，问问她吧，要讲退出哦这边。哎，你呢？没有话讲吗？你又他妈站在这边是要站到明年是不是？门已经打开了，莫奇应该在里面等我吧？莫奇，莫奇，莫奇，你在这里，你让我很担心啊！哎，不要靠近他、啊！不要过去！嗯，他会讲话的，我以为他不会讲话。What？ 莫奇，怎么会有两个？不是我，不要靠近他！哎，有配音的哦，这个游戏。哎，另外一个莫奇又不讲。几百在你身后，莫奇小心！啊！啊！莫奇带莫奇双飞，留下我一个人。师傅救我！去找灵水。师傅救我！去找灵水。莫奇，莫奇！哎，拜堂玩完结束，点击进入下一章。哎，驾车了，看我刚刚那个没有看到哎。庄林村就是莫奇的老家，也就是早上我去迎新的地方。
离城里不远，他为什么要我去庄林村呢？也许到了那里就能找到了什么？你可以找到两个莫奇。我很少去庄林村，甚至莫奇自从到城市里读书后也会很少回去。我们并不是嫌弃那里落后，而是在村里会让人莫名觉得不自在。莫村里有什么？莫奇说村里有些奇怪的风俗，并不欢迎外人，村民之间也很少互相来往。但健谈的他对此却从来一笑带过，不愿多说。第二章，文明问明。奇怪，这一路上除了前面这个老太太，没有看到任何村民，我过去打听一下吧。哎，阿嬷来了，来阿嬷。我阿嬷有配音哦。这后生还真有意思啊，在鬼节穿着新郎阿嬷到处跑，是中邪了还是疯了？这个阿嬷的声音不是刚刚莫奇扮的吗？阿嬷，你是莫奇吧？阿嬷，阿嬷不要闹了，跟我回去。林子福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居然是农历七月十五周元节。哎呀，完了完了，冥婚哦。我现在才想到是不是冥婚哦？不对，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应该是七月十六，我和莫吉的婚礼啊，我怎么可能会弄错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可能？阿妈又来了，还真是新郎子啊。哈，娶了这村的媳妇啊。哈，像你这样外来女婿啊，在这回家村。阿妈，你讲话可以讲快点，我已经读完了。婆婆，你不是本村人吗？我来找人，我的未婚妻叫莫奇，不知道您认识吗？邻村的，有时会给这村人接生。聂莫奇这个。聂莫奇。有印象，也是我接生的。我后来。也没什么来往，不清楚他的事儿。也是你接生的，江波奇是有一个还是两个？记着吧，这日子不干净。你看这一村人都躲出去了。哦，可以 skip 掉是吗？屌，老太太闭目养神，不再回话了，就可以点嘞。我比朋友的灵魂留在地府啊，甲乙丙丁。我现在要在这一关破解，是不是？诏书上记载，更换上牌位的顺序有什么意义吗？按照天干年份死人数量从高到低排列，我可能该先到后山的墓地看看。不要玩哦，老婆没有可以再找过 ，OK？ 你还有很多可以一见钟情的 ，OK？不一定是一个一见钟情吧，婆婆你讲是不是？老太太在闭目养神，没人家疑惑你。是怎样？我现在对这个阿嬷一见钟情，不可以娶是不是？奇怪，早上来的时候，对啊，我早上来过啊，这里还没有上锁啊，十一点半嘛，对不对？这小朋友好奇怪，头罩上怎么连个孔洞都没有挖，这样完全看不见，又踩着这么高的高跷，实在太危险了。阿嬷管他摔死也不关我事啊。小朋友，你认识这家的聂莫奇姐姐吗？村子里的。妈的，那个斗内的欧耶突然间出现，吓到我，我还以为是这一个小孩跟我欧耶，你知道吗？怪小孩没有任何回应。你能勾到树上的东西，可以帮大哥哥取下来吗？什么意思？你要我找这些东西跟你交换吗？什么？怪小孩没有任何回应。死屁孩一样，什么蟑螂十个等于一个钥匙，陀螺等于他的死人头，谁要你的死人头啊？蟋蟀啊，抓蟋蟀来做什么？你可以按吗？等下我他妈的随便按一颗石头，里面就有一把宝剑，对不对？这游戏不容小看，不是要看你。还有这边是不是？就是说有病，然后菩萨说你只需要寄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子要穿黑衣的，一个是女孩子要穿有翻译，先寄一个黑的，再寄一个白的，和旁边的棋盘有什么关系呢？ What？ 那么他们两个不是应该分开的吗？我刚想说这个是不是黑他不是黑衣啊，他是蓝衣啊，我还想说是不是那个什么白衣的莫奇每次只能下一个棋子，先白后黑，下了棋子后，如果某个棋子横，看不懂 ，OK， 这个可以进，真的可以进。
哦哟，持骨观音哦，这个对，阴木之物阴性重的树叶即可，阴土之物可用死去的土中之虫代表，是顺吗？阳金之物需要铜金银类雕像或饰品，阳火之物能引火之物即可。我的老二，好像是只需要四种物品：树叶、死虫子、金属雕像、能点火的东西。我干，太奥妙了，没有男主的翻译我都不懂还在讲三小。好像是要将四种祭品摆放在菩萨对应的手上，然后把需要镇什么邪物相关的东西放在菩萨双手捧着的位置。河水很清澈，哎，这河水可以用哦，是不是？它有出这些东西就代表可以用了，是不是？这里的墓碑好像按照天干年份划分了，哎，相同的就排成一列，有什么风俗？等一下，这个是不是跟前面那一个神主牌啊？刚刚有丁吗？甲乙丙丁有吧？丁是五个，辛三个，丁辛癸，哎，丁癸辛，哇，后面靠背后面，哎，没有癸，丁癸辛乙辰这边呢？哎哎，等一下，哎，有没有想抓我捉之？波浪谷，这是哪个调皮啊？我懂了，给他死屁孩，里面原本的东西可能被换掉了。哎，捡波浪谷，咚咚咚咚咚咚咚，传统的玩具和乐器摇起来就能发生声音。摇一下，不能摇。哎哎，阿妈要玩吗？阿妈真的不要屌。哎，这可以按吗？这一步可以按。哎，我来了，来来来，波浪谷可以换什么？可以换一个锤子、拐杖。阿妈给我最没有用的东西，啊、阿妈，阿妈，阿妈要拐杖，阿妈婆婆这是您丢的拐杖吗？谁能想到一个身体健康的阿妈会要一个拐杖呢？婆婆，我要找到莫奇才能走。你说这村子邪门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别打听，我再歇歇就走了。竹笼要是拿走就拿走，竹笼正好用处，谢谢婆婆了。采集野菜的竹笼现在是空的。等一下，我刚刚玩那一个什么棋子旁边不是有一个墓碑吗？他说祭一女一男，男的是穿黑衣的。等一下，这款游戏你不要告诉我到最后又是我自己神经发作哦，就是说我早就已经死了，然后我现在是回来完成一些我没有完成的遗愿了。干，你不要跟我讲结局是这样子哦，我生气哦，见证奇迹的时刻。啊，看到没有，竹笼就是要拿来做蟋蟀 OK 啊，不然呢，草丛中的蟋蟀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会躲避，很快你就抓到了十只。我干，我他妈天生这样超屌，竹笼里面一共装了十只蟋蟀 ，OK。然后，哎，给你来，拿去吃，拿去吃，好，不用谢。哦，我拿到钥匙哦，来，是你的吧？珠帘闭合，来，莫急，我来了，莫急。好像有些东西不一样，有人来过这里吗？什么不一样？奸夫、淫夫，听莫奇说，从他有记忆来，这井就是一口枯井。好奇，他总想爬进去看看，因此他父母把什么和井深的收了起来，装水的那个东西啊，快爬下去！井上的什么死人头不见了？哎，这个已经了啊，这是我老婆的闺房，屋里这么乱，好像有人翻过东西，是莫奇吗？莫奇，莫奇，你他妈到底是滚去哪里？咦？哎，菩萨哦！他妈突然间伸出一只死人手，是假？这是菩萨的手臂方位与阴阳乾坤的对应关系吧？哦，这个游戏太好了吧，总是让我捡一些蜡烛。这个可以看吗？石头，这死人娃娃应该可以，还真的妈可以动耶。啊，为什么我感觉有东西的地方他硬不要让我按，我感觉没有东西的地方他硬要让我按？那床底啊，床底说不定有一个老黄哦，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吧。哎、欸，哦耶！哎
啊，OK，看您老师，我的整个智商啊、哦，说起来，莫奇有个双胞胎姐妹啊，莫奇有个双胞胎姐妹，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哎呀，莫奇，这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在后山的墓地，有吗？竹中，可以看，哎，不能看。旧合影，莫离，莫奇，一个叫莫离，一个叫莫奇，是不是？他是在哦，他在损手指，我以为他妈在损三小。哎，这可以剪吗？这不可以剪哦。不要讲，你是莫离吗？有只石虫子，但水缸太深了，我摸不到。哦，他小儿麻痹，摸不到。哎，怎样，小孩就引妖吗？没有哦，现在是牵一个陀螺。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后山看一下，阿妈还在。哎，阿妈还在。婆婆，你看一下这个照片，莫奇他有个双胞胎姐姐吗？作孽呀！哇，现在才肯坦白是不是？那个姐姐就是你。那个姐什么扔掉了？为什么？这村的巫师说，啊，阴年阴月阴日的发，又是这种迷信啊什么？但两个都一直发烧，巫师说六藏菩萨生气了，再不扔两个都得没。后来这菩萨就给扔城隍庙了。菩萨会讲说让阴差，不是阿妈，等一下，不要再讲了。既然有这种事情，难怪没有听他父母提过，他们心里也不好过吧？反正就是丢了一个，丢了他姐姐，是不是？他姐姐叫莫离，莫离。如果是我，也不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孩子。就是说我女朋友不知道，莫奇不知道。不是，等一下，菩萨可能会跟你讲这种话嘛，让你丢掉一个小孩。难怪那个白衣女士莫奇的姐姐的鬼魂，如果真的是她要报复，为什么等今天才找上我们呢？双飞啊，谁不喜欢双飞？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事，也许我现在遇到的怪事有一定的关联。回去吧，回去吧。 OK， 这婆婆为什么一直催我走？好像隐瞒些什么。阿妈，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告诉我？阿妈又不要理我了。谢谢祖宗保佑莫离莫奇，谢谢。他说这张照片，叔叔阿姨，我刚想说这张照片追得上哦，不行，这个直播我一定要删掉，太丢脸了。这有点吴亦凡哦。用这个拍我好像不太吉利哦，我怕等一下有电话。哇，破完关就算了。 OK， 我先拍起来了。然后我不懂它是什么啊，这里可以进，忘记了。不要笑死了，我们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各位，我们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赶快。我你们被我吓到，我被叔叔阿姨吓到。干，有了，来，新一 Jackie， 对于棋子下在右边算起的第三列第三行，一二三，一二三，啊？Jackie， 等一下，你们不要再耍了，我现在要很认真看 Jackie 的留言 ，OK？ 第二个棋子下在第七列第五行，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这样啊？对，Jackie， 干你牛津大学毕业的吧 ？Jackie， 一个朴素的同仁，确实。哎，干，谁能想到一张废纸要拿去照镜子？干，你们啊，你们牛津大学吧？完了，我观众怎么4648？买起来，哎，买起来，4648，明天 4D 头奖 ，OK。合法啊，要去合法的管道啊，这边吗？我先不要这样快看留言 ，OK？ 这显得我很没有用 ，OK？ 算了，我看了4648要来干嘛？谁能想到4648是对应这一个盒子呢？谁能想到？这连 Jackie 都想不到 ，OK？ 连 Dixon 都想不到 ，OK？ 太为难牛津学生了这一题。结合卷轴及盒子上的等式，输入左二次，右二次，左四次。
喂，不对啊，这也不关四六四八的事情啊。这我没有搞懂哎，怎样，小屁孩解释一下。啊，怎么又是你？这小孩的脸好像和饭店里面看到的子伦一模一样。哦，哎，去哪里？哎，去哪里？啊，回家喝奶哦，早就应该滚了你。大头娃娃的奶罩，眼睛的位置竟然没有孔洞，完了，没有奶头。哎，这有新东西哦。奇怪啊，的画在这边。那张疑少的脸上，就是刚才那个小孩。什么十八禁？哦，没有。哦，慈姑观音。哦 ，OK。哎，这个很简单呐、啊。他妈，这三岁儿童都会啊，是不是？那、啊、叔叔阿姨不要飙出来哦，我翻脸哦，我还没有玩够两个小时哦。热技，来偷看人家的隐私，我最喜欢的。来，正月十三，我的病越来越重。大伯说是因为杀到阴气、啊、完了他卡到阴，大伯采了一片嫩芭蕉树叶给我，这有多嫩啊，比你阴道还嫩，说这样就可以阴冲阴了。大伯没读书太迷信了，我才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好兄弟呢。正月二八，我会不会死啊？我不想死啊，我还想和最喜欢的邻居大姐姐一起玩。大姐姐说她要结婚，到时候会给我一个大红包，等我病好了，莫奇吗？还会让新郎哥哥陪我一起玩，大哥哥，我要他陪我玩寻宝游戏，一起做西索。是啊，是他的，还可以翻吗？咦呀，月十四我要私奔，最喜欢的血人机呀！七十五，大哥哥啊！等一下，有一片卫生棉，芭蕉叶，一片干掉的芭蕉树叶。据说从风水上属阴，容易招来阴毁之物。你讲，垃圾还是什么之类的，你不要乱来哦。我看一下卫生棉，不是那个树叶要放你。树叶 ，OK OK， 对，是树叶了。来，那虫子嘛，水缸太深，我摸不到。你讲啊，你看啊，我给你看啊，他的手啊，现在僵长啊，僵长啊，然后他来到水缸这边。水缸太深，我摸不到。你看乐基啊，哇，一伸个手，哇，干，你看那个手机长，就是又回到来这边。水缸太深，我摸不到。阿妈，阿妈，借你拐杖一用，阿妈，要怎样才能让阿妈借我拐杖？阿妈送你，阿妈四六四八，拿去，不用客气。看，你讲俺阿妈，那隐瞒事实哦，阿妈，阿妈不要理我。Yes，Yes， 谁能想到？哦，所以他没有那一个奶头，就是，哎，可以剪了。我还以为说水缸又太深又摸不到。有人说左边的门这个，谁能想到这边有一道门？谁能想到四六四八是用在这边？太棒了吧，这个游戏！哇，掉出一个死人头。哎，这个是那一个水井。哎，我不要下去哦。等一下，等一下，井底竟然有这种东西？难道这里面藏着什么密码吗？来了，各位。来来来，看照片。等一下，你们先去吃个饭 ，OK？ 吃完一碗饭回来，我就解完。这个游戏一直使我淫叫。OK， 长女聂莫离之。咦，他把他丢来？哎，不对啊，他没有把他丢来井这边啊，不是吗？这就是莫奇的姐姐聂莫离的灵位吧？有一道破损的符咒，这意味着什么呢？哎，这个娃娃我在上面看到哦，你可以剪了吧？婴儿的照片，这个是姐姐，吴亦凡抱着的是妹妹。啊，叔叔阿姨，等一下，你不要管是莫奇还是莫离的声音，合照掉下去，还有个宝，哎，啊，吴亦凡掉下去了，完了，吴亦凡完了，他死定了，我先跑了。树叶放左边有讲究吗？这个
树叶放左边，蜡烛放右边。啊，镜子游戏是菩萨的左边，不是我的左边，这样可以了吧？对不起了，聂莫尼，我不能让莫吉受到伤害，毕竟他听起来还是哎，莫吉，哎，不是聂莫，哎，菩萨，六藏菩萨竟然镇不住他，喂，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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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话好好讲啊，那我能理解你的怨恨，但是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阿莫吉是无辜的，她是你亲妹妹，你为什么要把怨恨指向她？喂，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一定要报仇，就由我替代她。哎，等一下，哎，你不要乱讲话，哎，现在玩家是我，哎，我现在只想要跑回家 ，OK？ 我没有想要再娶你妹妹的。哇，他 Avengers 哦，他被我们传了去哪个宇宙哦？六丈菩萨显灵，电话有信号啊！第一句终于有救了，是莫吉的电话。I will follow you。救救我！那个长得和我一样的女人一直跟在我后面，我现在坐在我们的新房，她没有跟进来。我老婆看起来很冷嘞，突然间不想娶她了。怎么没信号了？莫吉，莫吉，看到了吧？就说了第一句，她 follow 你一秒就不见了。没难度 ，OK？ 你看，我预料玩到十一点了。你看，玩完，点击进入下一章啊！靠北还有下一章，而且它有多少章啊？哎，我今天是玩到十一点半哦。电话断线后，手机又没信号，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拨通。欢迎幽魔包啦，没事啊，搞不懂哎。我只好立刻赶回城里，回我们的新房，也是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家。希望这个家可以保护佢的安全，不被这另一个世界的不速之下打扰啊！归家啊！中午走得太匆忙，日常的衣服忘了。现在是五点，哎，傍晚哦。房卡和钥匙留在里面。What？ 花圈和灵堂社区里有什么人过世了吗 ？What？ 哎，遥遥青牛步，该不会是我自己的吧？被我猜中了。社区大门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外面站着一个打扮像道士的人。哎呀，小这两个是鼻孔吗？怕是招惹了神。闭嘴！道长，真被您说中了。今天总是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也不清楚那是不是就是……哎，不知道道长能不能帮帮我 ，help help me！ 你讲，我又要当工具人了，是不是？妈的，我自己老婆都还没有找到，我还要帮你这个老阿伯？法器什么法器？开过光的还是什么？小心小心！啊，第三章就在这边开始哦，这个点呢？一路好走，我的信耶，林子福，我的信，奇怪，这封信为什么撕不开？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啊？房卡还在日常衣服里，放在放电，我从来没有记住密码，你是白痴啊？你住这里没有记住密码？看他是讲。哦，我是不是要好像周星驰那个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哦，不开，搞不懂。这个已经啊，我乱点的，这是我们。哦，不是我，我不是阿伯，我是阳港的宁子福，这是我们那栋四楼的那位老人，过世的竟然是他。哎，这老人一辈子都是个光棍。死光棍，一个家人都没有。我和莫奇有时会帮他做点事，但老人嘴很毒，从来都不领情。尽管如此，老人过世我还是很难过。老人没有家人啊，也不知道是谁为他办的葬礼，也许是远房亲戚。我没有妻小，那时候也总有人帮我办后事吧。单身一辈子时候少个美女陪我，到那边的路太远了，还要再给我烧一匹骏马。那么你是讲你是看上我女朋友是不是？好了，拿去了。哎，还有，等你完成我的遗愿，就可以拿走我的遗产。谁他妈要你遗产啊？就在我抽屉柜子里，就夹一堆妃子杯。如果你不完成我遗愿，死不瞑目，你也别想好过。但是怎样，关我屌事啊？哎，我是你邻居，你说的就是你，这是要烧东西给他的吧？骏马跟美女啊！哇，阿伯玩很大哦，是不是哦你啊啊，阿伯
林老入花丛，吔先，喂！啊，等下我不要再进来了。哎，他张开眼了。啊！跟着他这一个原理的话，会不会好像刚刚那一个照镜子这样子啊？这里你现在有一张卡，是不是？滴！啊，不行，阿北啊，阿北，干阿北完全不屌我哎。对啊，其实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只是隐瞒大家而已。13528567114，我觉得是对这一个啦。不，没有关系，我先按完这个。不对哦，哎，对哦，啊，你不等明天才开？火柴宝箱装火柴，我看这个火柴是怎样？牛西坦火柴是怎样？阿北，拜拜。恭喜身退啊！我来烧花圈，不能烧这个，这个还在耶，这个还可以用啊。我看少了什么？看一下，虽然摆在七楼盘子里面的神话像，但我现在一楼都进不去耶。第二次而已 ，OK？ 第二次而已，说的就是你林子服。What the fuck？ 哦，只是数他那一个笔画罢了。The fuck？ 我还以为说要先去哪里，不能找哪一本翻译的才能进。34456 ，OK？ 我爱你，那开了是不是？正确来讲的密码是我爱你 ，OK。我们家住在九楼，还是搭电梯比较快，不用，你直接飞上去比较快 ，OK。这什么东西啊？901，我有数字的哦。啊啊！天选之人。那么三小奇怪的零件牙签无签，诶，他写什么？不明金属物，看起来像一根针。刚刚不是说七楼有一个什么门神吗？哦，不用烧，可以拿的。电梯是不是坏了？地下室只有一层，怎么显示的却是-18？完了，你完了，贴回去，贴回去，贴回去。诶，我懂了。就是这样子 ，OK。为了做好防疫措施，肯定是用这个针都不可以。可以上一楼，我怎么还在一楼？我再试走一层，完了，完了，经典的来了，鬼打墙。这个笑声很像四楼那位老人，他不是过世了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阿北，找到了衬衣、一张咒符，其他的呢？哎，还有一根马眼针啊，你要用吗？送你啊。啊啊哈！走楼梯还是回到一楼？道长有什么办法？鬼打墙，我知道啊。贫道看小友杀气更重了，我到底遇到了什么？我遇到了什么？我遇到一个阿嬷，该嫁我的是聂莫离耶。他说，一旦成鬼，那必是厉鬼。哎，像我自己也是阿飘的这个说法就不成立啦。他这样子讲好像是我一定是人了耶。回来报复啊，道长，求求您想想办法吧。莫奇已经很难搞了，还来的一个莫尼，我一滴都没有了。道长不行啊，又为天，小友把这张画图什么金木水火土烧掉，不行，来放去中间指点，不行。我刚刚看到青色那一个木，我觉得有一点眼熟哎，你不要跟我讲，真的是这个哦，红，干我疑难过去是在靠呗。等一下，等一下，讨厌呢。亲你妈啦，跳过啦，靠呗。跳过，你确定要跳过吗？确定 ，OK。你不给我跳过，我就去退费。道士又问了宁子服的生辰八字，捏指一算后，脸色巨变。哎，讲啊！我扩出去了，我接下来每一步我都要按提示了。容易招阴，卡到阴 ，OK， 卡到阴。是吗？你的符友比较厉害吗？我又要去帮他找东西耶。我自己画符真的有用吗？我自己鬼画符？
一是形，二是意，别的都不重要，你画的符贴在自家门口聚鬼就能有用。哇，现在年头，这年头谁都可以当道士是不是？但是我无论如何上不了二楼，好像楼道里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阻挠我，道长有什么办法吗？和我一起上去。手机，这样有规定是什么手机吗？ iPhone 吗？ iPhone 的话我退出不玩哦，我用 Android 的。镇宅符，道士送给你的符咒贴在自家门前可以镇宅。镇宅，哎，多了一部手机，骗到了。啊，你不明年才拿出来？竟然真的看到这老人是在阻拦我吗？然后呢，贴他，死老阿伯老不死哎，割他，跟他妈的烧他哦，不行，那可以跌吗？不行哦，他站在那边挡我们是吗？是什么？哦，我要走哦。哎，你不要突然间冲前来哦，我他妈会退费哦。那老人虽然住在四楼，但直接把遗照放在楼梯还是过分了吧？阿北过分哦，他妈三小。哎，这苹果可以捡哎。火柴，手机，手机。这是老人的家，现在应该清空。这老人就是古怪，门装了两个门铃，必须依照指定顺序。妈是讲，又要玩顺序，靠呗，吃屎吧！你可以上吗？不行，阿伯，阿伯，阿伯 ，OK， 在右边是不是？阿伯。等一下 OK， 阿北目前还是很正常。这是什么？贴啊，烧啊，干死你啊，王八蛋。哦哦哦，镇宅符不能烧，镇宅符是要贴哦。不是住七楼，我住九楼，排血排血，差点忘记那个死人头奖了。可以捡吗？哦，谁能想到这一个看起来不能捡的东西可以捡呢？太棒了吧！嘛，窗户是锁着的，刚刚有一个开了。谁能想到门神可以撕下来？这是六楼，我要回去一楼。三楼的门神可以撕下来啊！他讲，哎，这边二楼靠回，六三楼吧？是 ，nice， 剩下一半的门神连画，这有点麻烦呢。干到了吧，火柴，来上火柴哦！你是我的，哎，不是这首，唱错了。那、嗯，然后呢？哇、哦，阿别抽哦，他刚刚在那边抽一下哦。哦，我可以继续上去是不是？刚刚是不能上的。哎，去哪里？刚刚那个是纸人，怎么会自己移动呢？不懂欸，可能里面装了震弹吧，好像往楼下跑了，我要去追吧。等一下，这可以点吗？两个阿伯啊，上完厕所出来更刺激哦。阿伯啊，财神到，真是。我跟他讲，那准备又是你，欸，你又跑去哪里？这指纹又跑上楼去了，这样玩抓迷藏。别跑！喂，妈的！喂，狗男女！喂，哦，喂，他闪了进去阿伯的柜房，哎，那是小房子里面的。哎，照提示按门铃，完了，他现在提示我也看不懂，你知道吗？这才是问题。哎，四楼门前查看手啊！哎哎，你太快了！哎哎，干，左左左。右右左右右，左左左右右左右右 ，OK， 左左左右右左右右，是不是？来洞房了，我们进去啊！啊，没有，用纸扎成的女人看起来很逼真，对她胸的确很逼真。点火柴进去，他妈，他说里面有遗产哦，阿伯，阿伯。遗产呢？
还能看到是什么？不能看了，来 ，Let's go！ 你不要再给我在那边装神弄鬼哦，不是，你不要再给我那边装鬼弄神了、哦。他还是黑的，咦，他笑诶。之前遗照里面没有那女，哎，这个开啊。对讲机话筒，警卫使用的对，哦哦，这是社区警卫在用的对讲机，好像是有限的，必须在母机上才能使用。这老人身体不好，又没有家人，所以在家安装了一个。在紧急情况时呼叫警卫，据说警卫经常因此被老人骚扰。你黑头吗？哇哇哇！电话归你了。哎，他刚刚有一个语音啊，然后我不小心按走了。这是四楼老人的声音吗？对讲机再没有发出声音了。啊，他说电梯堆你了，是不是刚刚？刚刚我没有，我看到前面那两个字，可是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立刻按走了。啊啊啊！看你死了，那阿伯，你再闪出来就过分哦。哦，没有，哇，一两都要大，一两不多、哦。什么？你们真的要去吃一碗面哦？现在我十一点，我不知道我十一点可不可以解出来哦。这个，来，好玩的来了，各位，好玩的来了。靠，别跳啊，干林老师，妈的，玩玩下，突然间觉得他在侮辱我智障哎。妈的，我还以为说解错，去吧，赤兔。他后面兜了一句，那什么？望远镜，一个老式望远镜，视线距离不算很远。这老人有时候会用望远镜偷窥对面的住户，被偷窥的居民经常告到警卫那，但还是拿这两文没办法。All right， 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各位。哎。笑一个嘛，对不对？什么都烧给你了，还不要笑，太兴奋。我知道了，你有偷窥毛病是不是？啊啊，我知道了啊。等一下，我是不是他妈又按错啊？左边，四楼，五楼，等一下，看多一次。妈英文，哎，是你了，来。有什么好看的？三小，一个指这边，一个指那边，然后呢，有什么好看？啊？他妈叫！有人说这游戏很烧脑，我确定要玩玩吗？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叫提示。看过2568楼房门上的年画后，根据线索输入密码8256。哎，他直接给我那一个密码，哎，他不是说让我自己去给了一个提示，让我去找啊、哦？反正就是82865 OK， 反正就是8265 OK。这游戏他为了不让你去退费，他直接放一个阻止退费按钮在那边。哎，不用退费，不用退费，点一点就 OK OK。各种文字语哈。贴纸，哎，找到第三支针哦，来，第三支针，红七黄十一蓝三，红七阿北，来阿北没有出来，来蓝三呢，北，真的很靠北耶，这个指针，老爷中箱打不开，送贴纸。啊，送望远镜来，望远镜是不是啦？忘记烧望远镜给你是不是？你还要，你下到去还要偷窥的吗？是不是？不对吗？我烧望远镜要不要给你？送钟，送钟，不会这么离谱吧？哎呀，刚刚冲，然后变成现在，这样就应该算是送钟了，一照笑了。哎，这个你我不看提示，我真的不知道这边要放一个钟哎。干你说我坐上去还合理，现在放一个钟。不过如果你是跟着我们华人传统去玩的话，是会有想到啊。可是好像有一点不讲讲哎这部分，但愿他不会再阻碍我了。来，不要突然间再伸你的死龟头出来啊呗。哦哦哦，对了，他刚刚在八楼那边站住两边，莫急。妈姐，你在家吗？哦，妈姐真的在家。子服是你吗？你往后站着，我用门禁看看你。
门清看看我讲来啊。那个白衣女人跟在你身后， 我不敢开门。有吗？没有吧。白衣女我没看到啊，在哪里？又不见了。我不敢开门。子服，你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你他妈给我滚出去我的家，我自己回家就好了。妈鸡妈鸡，你不要怕，有位道长教过我，等我贴好两道符还就不能进来了。全是这张符没有东西的哦。哦，我要自己鬼画符。哎，不是这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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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受伤吧？一直联络不上你，我太担心了。你也没事吧？上午我醒来，婚礼流程，不然我现在想要离婚，我不想结了。OK， 我不想结了。只有一个几乎和我长得一样的，还有一个阿妈不是吗？找到你后，就被那个白衣女人拉了出去。我好不容易挣脱，回家来找我。莫奇，你当时叫我回庄林村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几天前我遇到过一个道士。楼下那个阴灾，我哪里还有亲啊？哦，对哦，叔叔阿姨也去了哦。那你有看到那死屁孩吗？好像他也在跟着我一起长大。还是人是鬼？林子福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啊，不！姐姐。哦，对哦，他不知道他有个姐姐哦。我们家遗弃过一个孩子，但爸妈姐姐她这……我看我刚刚前一半的剧情被那个阿北一起吓到蹦飞了去哪里？但是我没有。啊，竟然是你！几天前指点过我的那……哦，这个喊少楼上来了哎。该有此哦，这个我直接看完我就 skip 了。如果你们想要听他语音还是什么的话，你们去找别的实况组来听。倒是拿出一个福气小人。灵魂没有被拘走。在这张符上去。告他阴状，告他阴状，让鬼差把他抓走。一线生机，谢谢道长，我立刻去了结这件事。莫姬，你在家等我，你这个没用的女人。子服，你要小心。送客 ，yes， 这张是最后一张哦，太黑了，看不清楚。可以进哦，禁止通行，然后我进来了。这就是陈华爷的塑像。据道长说，在工作上放好符纸人，用毛笔指指鬼书图案，最后写上状纸就可以了。我需要把符人。啊，对啊，我就放上去啊。供桌，供桌在哪里、啊？这张看，哦，靠北阴司路啊！哇，那他妈三小时叫我玩下去的哈、啊！哇，哇、哦，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玩不玩下去都好哦，我都一定是看留言了。光是这一本阴司路就可以搞死我了，什么都没有，陈王爷的雕像看起来很有威严。哦，灯笼，不知道被什么人点燃的灯笼，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五条有约是这样。哦，我要找到笔是不是？他讲我要来这边告状哦。哦，来，哎，这可以点，哦，这可以点哎，宁子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食材？饿了，饿了，要吃宵夜了，是吃云人机吧？放入豆沙，哇，这是他妈三小秘籍啊！我学会了这个可以开那个包店了是不是？哦，缺少了一根棒棒，来上老二，不行。哎对啊，一把很用的大窝爪。啊，讲我觉得它可以干面啊。我觉得可以，为什么你觉得不可以？哦，这边又有哦，哇，这个很多东西耶，哎，哇哇哇！哇
音乐盒。这小孩怎么跟到这里来了？死屁孩！啊，我找到毛笔了。哦，现在要指是不是？哎呀，这道路看起来有墨吗？没有哦，打火石，随便捡两颗石头，你跟我说是打火石，完了，谁叫我玩下去了？墨条，哎，需要水。哎，他不是一次过跟你讲完呢，他当你每次找完一些东西才跟你讲。哦，不对，我需要墨，哦，不是，他一开始，哦，不对，我需要笔，你找到笔了，不对，我还需要墨。OK， 你找到墨了，不对，我还需要水，不对，我不只需要水，我还需要一架飞机。然后你不懂要去哪里找飞机？禁止通行啊！哎哎哎，干他黑成这样，我真的应该知道他里面有水吗？哎，那万无一缺的吧，不要跟我讲真的要飞机哦。哎，这可还可以装哎。笔啊，哦哦，墨条要有顺序 ，OK， 要有顺序。我不懂吗？我的知识只到中学而已。需要准备好笔墨和心术图啊，笔啊。哎，不要跟我讲有顺序的哦。我刚刚是讲按的，我刚刚乱按的嘞，他妈的，他真的有顺序哎，各位，靠呗，随便呐，干，差一点，不是差很远 ，OK， 差很远，来来来来，哇，这次哇，这次跟错。这是大错的错，这是大错特错啊，各位。只需要写上一颗撞字就可以。他妈的，夫子们被抢走啊！他妈，我刚刚没有啊，哦。他妈的死屁孩，来站住，往哪跑？他妈三小，又来指针是不是？脸，哎，哎，他还我的哦，然后还我剪掉就好了。聂莫离的样子，有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天哪，这是什么？不懂哎，蚂蚁吧？耳膜都要震破了，这雕像竟然会大叫啊！要阻止我哪什么？这有玉石吗？我乱点的嘞！那奇怪的人影把他们的路挡住了，所以这个八卦应该是要剪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吧？哎，滚开！来，夹夹夹，滚开！你要什么？香炉给你。哎，他这个手好像真的是在捧东西哦！啊，他妈的，差点忘记你。啊，告状 ，OK OK， 不要再让我画多一次哦。干这他妈，干是这样子，阿北，他妈不是说不要骚扰我了吗？阿北，开门工具人，完啦，阿北的钟在这边啊。哎，黑无常，你这个棍蛮像，我想说。我想说，我要拿他这个棍去捏那个面粉哎，哭丧棒哎，真的吗？这个你可来了，我们拿黑无常的棒棒去捏。哎呀，黑无常的棒棒啊！你能想象这是黑无常的棒棒吗？等一下，这个黑无常的棒棒捏出来会不会是黑的？等一下，我们现在可以做饼了，是不是？哎，我可以弄两种东西耶，没有关系，我们先弄一个豆饼。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要生活，然后出来一张照片。哦，美食节目哦，突然间变成美食游戏了，熟豆饼。
嘿，尝一下你自己棒棒做的生豆饼，只要你也觉得很臭是不是？生豆饼给我开门。那、啊、尼可来了，我来生豆饼。哎，不要跑了啦，是不是走这么几步来生豆饼？饼耶、欸啊、要不要吃打火石，我们去做另外一个。他刚刚说生豆饼是不是，我们现在做江湖哦，出来了3000万生命，各位一堆小来吃我他妈生豆饼是不是、欸、不是这边来他妈吃我子孙啊，你吃哎、欸、吃吃不行是不是 what the fuck， 来吃豆饼加江湖给恶鬼吃哦，所以我是要，可是我刚刚给了他，所以说我现在还要弄多一个豆饼，是不是？完了，他这次想不想怀孕都难了，里面加了我的子孙。哦哦哦，等一下，太心急了，太心急让他吃我的小了，要先蒸熟 ，OK？ 恶鬼也是鬼 ，OK？ 很也是很讲究的，来来，吃了包你怀孕。看这游戏慢慢变成色情游戏耶，现在你不能再乱叫了吧，要没要要干这么多事哦，我拿到了，那你何不一开始就把你的睾丸塞进来嘴巴呢？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记得我记得啊，这边是不是，反正我是觉得这一根棒是用在这边，你看因为他们这边都有拿着嘛，我应该也是，哎，你不要跟我讲真的这么靠北有什么气，不是吧，这个尼可来了就是这样用啊，但我觉得黑无常的棒棒比他还有用耶，这次应该不会再有意外的吧，冤冤冤冤冤冤，血浆都是这样啊，然后直接变成一滩月经，什么纸上出现的是冤字，不是你自己写的吗，念莫离你是想说自己才冤冤三小，然后念莫奇福子神上怎么会怎么叔叔阿姨啊，叔叔阿姨哎，小方块哎，这太简单了，将这个尼可来了勾魂牌，对啊，还有用处吗，我好像剩下这个照片了啊，可是阿黑无常就北宋啊，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留言说是什么，是什么啊，拿江湖粘他的眼睛，我觉得是有点靠北啊，算了我放弃，火水木土金 OK， 来周子瑜来了，来感谢你火水木土金，来直接泼，不用讲这样多的事情 OK， 来火水木土金啊，我刚刚还想怀疑一下周子怡，哦没有，他是对的，皮影皮影戏最初为鬼戏啊，昔日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故去，为解思念之情，请来民间道士请魂赋予绵锦，不不不不，剪影之上，剪影口吐人言，犹如夫人身怀，武帝容颜大悦，此法后世失传，有传闻在鬼门大开之乐，在极阴之地中搭建戏台，自逝者之形皮影，可招其魂附身于皮，但无人得其要领，未闻有成功者。哎，不对，在这一种前言之下，我们男主看到这一本书我们就能办到 OK， 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到我们的，谁说没有可能，我们就是可能，来黑无常我现在又要干嘛，哎、欸，不要再喷小了，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要去看皮影皮影戏啊，呵，皮影皮影戏啊，根据线索得知密码43618，打开什么获得小视频，哎呦43618，哎，我们不用想这样多，反正它是43618就好了，我是为了各位的那一个睡眠着想，是不是，你看11:30的嘛，43618，哎呀，错过一两个解谜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不是？这游戏，哎靠，贝你也觉得对是不是？来找到了，这是什么？纸钱？哎，我们有钱哦！哈哈哈哈哈哈！死屁孩，开钥匙哎！被我弄得一脸小这次你不能丢我照片了吗黑无常要钱啊，做了做了，他妈的，我以为你们乱讲的，把那个小莲在黑无常的眼睛上面。钥匙路牌 What？举起来，各位！禁止同行，禁止同行。杨，我现在可以去同行了，是不是？干，太扯了吧！这一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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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很简单哎。鬼门开，鬼门关。这里好黑呀，好黑，好黑，好像关完全照不进去一样。我来了，你可来。前面好像看到一点光，叔叔阿姨，老人身边那个女人，还有这匹马，这匹骏马，这些人一动不动。叔叔阿姨，你们闯下来的祸，现在要我来背。哎，白衣皮影来，是不是？阿伯，阿伯，你是在靠呗？我现在要找一个我吗？不是，不不不不不，我他妈才不要跟他！我现在要哦，找莫奇，莫奇！哎呀，看到看到！哎，就在这边，你不要跟我讲，你又不要跟我讲，陆大元捡不到，看你很靠北哦，这个男主，连纸盘、打火石 ，genius。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在那个地方就能看到一个用了吧？啊，阿北，你是在哎看到了这个金盆洗手的盆啊？哎，哦，奇怪，这水怎么倒不出去？明明就是水，却不寻常道理。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倒水呀，白痴！倒水，阿北，哎，来帮我喝掉。哎，吴亦凡，不要站在那边不动啊，骏马！这个游戏玩到我马上疯掉。这谢女子半夜不准，不料那未曾见过的姐姐却害我性命，结伴为我，要与夫君走。假扮你。不了夫君，夫君走啊！夫君又在门前，天哪，休妻之夫，让我进不了门。天色已晚，小女子御驾西出，永隔阴阳了。唱完后，皮眼再也不动了。What？这怎么会？莫奇，莫奇是你了！莫奇赤小，皮影人来一动也不动。莫奇赤小，那莫奇是谢莫里假扮的，他并不是鬼，而这白衣才是莫奇，不信，来，莫奇赤小，七天了，我竟然没有认出身边的人不是莫奇啊、哦！这男主的本性露出来了，他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莫奇，抓到了，这男主就是王力宏，虽然有时候觉得他和平时不太一样。经常找这个，所以就是说红衣那个是捡的，白衣这个才是我老婆吗？我不信，我不信，唯有一个认证方法。来，莫奇赤小，我认得他赤小的样子啊、哦，不行，怎么会这样？莫奇，啊莫奇，啊莫奇，给莫奇。你讲，皮影突然无风飘起，飞向了庙外。莫奇，
你去哪里？莫吉，等等我！莫吉，莫吉，讲，莫吉吃小，莫吉不要吃小啊！莫吉带我走啊！哎，莫吉，阿妈，这是莫吉，不过这是谢莫离。阿嬷，凭空出世，阿嬷孽债。你到底是什么人？和聂莫离有什么关系？我走这一步了，我活呀。你不是接生的吗？巫师的法，接生葬送去的是吗？年轻的时候活那阵子总不顺，总得病，也找不到根儿。哦，他没有把大的丢掉，这样大的照理来说也不是鬼啊。不得善终，去他的什么六藏菩萨，他也算在鬼门关走，也不知道。所以他现在回来报复哦。阿婆不要讲话，吃小。因为没爹妈在边，生性刻薄，报复心也重啊，造孽啊，阿妈。在地城里读书，见见世面，让他看看大世界，不小心让他知道了身世。我有个师兄，卖死人东西的，背地里什么阴阳活计都干，还要给人下咒。给人下咒，总想收莫离为徒，说这娃娃的命数呀，就是和莫离。所以说莫离是坏的，他很坏，非常坏蛋，投靠了他师兄，很少回来。我听说去年嘛。你的师兄该不会是那个他妈该死的阿伯吧？可是阿伯死了。回来的时候说该孽债呀，问他事儿没办完，就碰到个鬼娃娃。那死屁孩是不是？挺久，我又进村看了，真是命啊！我不觉得她是我老婆哎、欸，莫奇吃小。阿莫奇又被我吓到了，杀了我吧 ！OK， 阿婆是小莫奇，哎，信息量有点大哦。莫奇又突然消失了，突然又不见，突然又出现。他这是行为，他不是阴魂。不是阴魂，这是什么意思？天儿越黑哦，现在那个哦，对哦，我忘记了。就讲现在姐姐不是鬼魂，她只是假扮成莫奇来要嫁给我，因为她要报复心中，是不是？她当初小时候被丢掉了，就是阳魂。身子没死，魂儿被滴出来了啊！搞懂了，搞懂了，就好像韩剧是不是 ？OK， 搞懂了。阿妈闭嘴 ，OK， 搞懂了。莫奇还没死，你师兄住哪？在他床底，有什么办法把莫奇救回来？吃我的小，阿妈吃小。在你们城里，殿底下有个密室，他施咒法律。要回去那边吗？我住的地方呀，他讲。莫奇今天是头七，也是最后一天了，时间不多，我必须抓紧时间。莫奇等我。第四章回门完。哦，所以最后一章真的是最后一章了，是不是？只有五章，所以他妈讲六章了，来 ，block 掉他！我干十二点了，快要！我照了老太太的地址找到那张，还有一个小时午夜，但愿还来得及。闹死哦！店门居然是开着的，也许有人在这。哈哈哈哈哈！子时完了十一点，那五个王八蛋还在这边给我笑。哇，这个字很多，哇，这个字很多，哇，头痛，哇，头痛。蓝色模型书 ，OK， 一叠纸钱 ，OK， 来速战速决，我受够了。我刚刚那个禁止通行的钥匙没捡来吗？53468086262，哇，完了这一关，哇，抽屉拉不开，凹槽，这，哇，哇，这一关，我干。哎，兽医生理咯。耶什么声音？莫吉，莫吉是你哦，他被封在里面啊。这是什么喊口？为什么要喊口？哎，不对劲哦，这个游戏
越来越色咯。你他妈以为我的游戏这么简单是不是啊？不拼啊，不拼啊，气死人呢。查看钥匙，哎，钥匙来，来来来，锁住了打不开，钥匙白痴。刚刚跳过，然后现在看提示，灯箱五个，哎，这个跟这个有关联的哦，分别调整灯箱五个档位，并在门上观察，然后再按门上数据。啊，远处好像站着一个人，蓝色。哦，等一下，14523241，来帮我记一下这个密码。反正我等一下还是用这一个的。哎，哎，不对劲哦。来喽。来了，何方神圣不见了，他不见了啊，他在这里啊，你他妈是在喂怎么死人竟然会喂怎么哎来哇哈哈哇哈哈谢谢你几位小友还真是恩爱啊，那个阿伯是你哦，哦对哦，刚刚我观众有讲哦，他妈的嘞，那两个鼻孔长在脸上了，果然是你！你这个假道士想要干嘛？干嘛？六藏菩萨不少恩惠，带走了一个他，你那鬼气！莫离是他的徒弟是不是？还好你好骗，还好你好骗啊！我就说我们男主是个智障啊！你这混蛋，差点害死了莫奇，不会放过你的。可恶，现在没空理他，要把握时间。他讲这边阴气很重哦。哇，这个我自己去想的话，我想到12点半都想不出来哟、哦。那玩意儿，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哎，你们没有跟我讲最后一关要玩到明天才破到哎，你们没有跟我讲这个嘞。那什么又那他妈又三小又是解谜了，热衷，然后这他妈不懂三小火，热衷不是你白痴，火，然后最后一个是看不到的，是不是？地下室左边要拼字，他圈的字好像可以猜。你们讲那一个什么吗？这个吗？要先解这个吗？魂、镜、死、猜字。哦，这可以按。镜。死。这样吗？哦哦，抓八字，抓羊用的传统器具，原本挂在墙上暗格，阿妈的他，一个这样的机关就是拿来放这一个抓八字，棺材上的白布，勾着，锈迹斑斑的棺材钉子。本殿戒不设障，免前免开口，没开尊口，谁能想到一个抓痒的东西可以拿来拔钉呢？钱，不用客气，怎么喊口啊？磁铁 啊！一路好走哦，脑洞大开哦，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解这个，哎，两个简单，哎，是不是这样耶？等一下我一推完，阿妈跟我讲不是，我会崩溃哦。哎，是啊，哎，这个简单，方块，来，各位，
哎，还没有十二点半，我的频道还是有救的，来。黄色的本本，黄色小书，芝麻开门，来，芝麻开门，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回去数就对了。一二三四五六是花圈，不是他妈该死的纸人来。褐青红蓝黄绿，我也不懂讲脸了，随便的。褐青红。褐青红蓝黄绿 ，OK 该该来啊啊啊！哈、啊啊，你这个欠钱的白痴怎么在这边？刚才那个看起来好像关中那个纸人，对啊，他欠钱啊，不是吗？我又要帮他还钱，是不是？宁子福，你还真是个……啊，我想说给钱你闭嘴，然后他直接把我 skip 掉了。是你，聂莫尼，你为什么要害自己亲妹妹？我这样的娇小女子，怎么可能杀人？离魂之法，她睡得很安稳哦。早告诉你别心急，等过了鬼节再下手。这头七和鬼节刚好人在一间，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他们婚前将近，我不能等他们完婚，再这样师傅也能早点施脱受之法。可是顾师傅托想好几千年福呢，我帮你读啦，你他妈读到明年了。聂莫林怎么能这么狠心？莫急，他做错了什么？就因为他的名字像甜品吗？知道我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哎呦，他生气哦。从小就一个人在树林里长大。OK， 却活得像个孤魂野鬼。又是一个零零后，一生下来就觉得自己是个奴隶。为什么我会被丢掉？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他分明才是多余的那个。哎，你这种坏心肠，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是被丢掉那一个。哦，没有没有 ，OK， 不赞成哦，不赞成丢掉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开玩笑而已哦。甚至大学还学的心理学，心理学能跟这一个妥受施法扯上关系吗？站在他们那只是个雕像罢了。丫头不要乱说，是六字菩萨提点你的。提点你啊，我理解你的愤怒，但你为什么要介入我跟莫奇的生活呢？哼，莫奇的生活，这世界想要的只有靠自己去争取，哪怕是不择手段，那边就什么根本。说起来，但我已经搞懂他读字的那一个语气了。他的生活应该都是我，我暗中观察你们很久。有时候我还会扮成他去见他的朋友，果然没人能看穿不同。耶！是吗？哎，我不懂哎。讲，我跟你干过什么事情？现在穷干啊！啊，所以原来是我小的，不是莫奇，是你啊。我觉得你还是挺不错的，英俊。痴情人啊，原来是我小的，不是莫奇，是莫离呀、啊，韩哦，真的是韩哦，他应该不会再阻扰哦，是你呀、啊、哈！此人的表情变安详了，怎样看得出了？韩丁，哎，痒吗？帮你抓两下，变安详了。他说，哦，他不阻我了，我可以进去。哦，刚刚他卡在那边，他妈的！他妈又三小，哎，花圈、神主牌、纸人、手印，花圈是六是不是？啊，莫急，来吃小吧。哦，莫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哇，那就没玩监狱 play 哦，跟子人。聂莫奇依然有呼吸和体温，不过已经很虚弱了。这些铃铛就是招魂铃，没时间了。哪怕是死马当活马医，我也只是试试。按书上说，这个手镯应该可以保护你，阻止别的灵魂靠近。将手镯戴在了聂莫奇的手上，室内风水物为四，
但不可知于事，回答是镜子朝北可治阴魂，以八卦镜最佳，切记两镜方向相对，会打开阴阳之门，斜肩不可对床。干，他提一提我，他提一提我，我差点忘记这边有东西了，是你的吧？有没有鞋子寿衣啊？很贵重的寿衣，没什么用途，越贵越烂。来，他说是什么？不可以对镜子朝北，东南西北。哦，完了，不知道怎样分。八卦镜，切记两镜相对的，斜肩不可对床，一引阴魂上身。哦，所以我刚刚放是对了。妈的，我以为斜肩要对床。剑一挂东或西，可斩杀气。那个剑还可以划开那个画，这个吗 ？What？ 他为什么不说是拿火柴？他给的我一盒火柴会死吗？是想有点介意 ？What？ 我都还没按完。镜子啊，老是想，哎，可以了，可以了，来了，来了。干思敏，你逻辑来抓把子啊、哦？不是这边。墨迹，墨迹是你吗？引我摇铃的顺序吧。哇，这个吗？墨迹来啊，可以按了，来墨迹，开始吧。开始你的表演哦，要按开始。哦，小鸡鸡，又是小鸡鸡哦！我现在不可以点，要跟他指完吗？一、二、三、四、五，完了，林正英师傅要出来了！哇，这他妈三小八卦阵哦 ！What？ 啊，被收进去。敲了个寂寞，这个八卦镜囚禁的莫奇的灵魂吗？我要想办法放他出来，这样吸他出来，拔这个剑把它打开就好了。怎么我不给我按呢？敲击声好像从柜子里面传出来。哎，对哦，还有这个哎啊，楼上好像也有敲门的声音哦。现在是要一直往外是不是？啊，靓女，这不是我烧掉的那个纸人吗？怎么会在这里出现？你想干嘛？哇，货架上的盒子被撞下来，你也是来帮我的吗？谢谢你们。哦，哦，哎，谢谢你哦。哦，哦，爸妈，你二老放心，我一定会救回。忘记哪里？哪里爸妈？吴亦凡来了。你知道吗？各位怕我玩到一点呢，然后现在一起来集体帮我破关。530862，啊，一颗睾丸，看起来蛮值钱的玉珠。等一下，一、二、三、四，完了，是我好像搞错哦。哇，这个他妈的有够复杂，第三个。啊！哎，屁孩，我第四个都还没解完。What？ 弹弓传统玩具调皮啊！屁孩也来帮我，小弟弟，谢谢你，来，哥哥喂你吃小。墨奇的灵魂被释放了出来，现在可以继续招魂了。墨奇一定能引导我的，你的拳头。竟然没有办法砸破这一个八卦镜，然后你要出动全家大小十八代祖宗来帮你砸破这个镜。哦，继续找魂，来继续找魂，来莫奇，哎，不要这样快，莫奇冷静冷静 ，OK？ 他一出哪一个字，我就要跟着按。这个小鸡鸡是为什么这么多次招魂成就已解锁？身后的密室门外传来声音：“你出啥？”从原先在这里招魂，他们都会逃出来晃。我们都会死的，你们作恶多端才会怕被冤魂找上吧。我今天见了你们这样阴险恶毒的人呢，也见过了有情有义的鬼，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来吃我睾丸。可没有理智。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怕咯。林子福完全没有停下，继续摇招魂铃。我宁可死也要救回莫奇。算你狠。算你狠。算你狠。这个踹了一辈子都没
情神宝贝上吗三小杨哎、欸、完了他要掏了他终于要掏出他的老二了同时密室门被打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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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老爷手魂射破无常老爷啊就留在这里等死吧、欸、是不是黑无常我有钱哦我这边有钱啊这只猪蛮足钱他说、哎啊、黑无常你怎么了你我的小孩子在上面你只不继续摇动超万年哎黑无常啊排血排血呢什么我的福啊子夫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啊哎，他这句啊没有表达出那个恐惧的表情哦，扣一分。他应该要啊这样子。不久后外面就安静了，黑无常在那边太出戏。哎，我老婆蛮正哦。哇、哦，他还有泪痣，莫急，来莫急，莫急，嘿嘿，怎么闹戏啊？我老婆出现两秒没了。午夜过后手机的信号恢复了来 DG 也终于正常了我报了警警察救出了被困在暗室里的我们警察在地下室发现了昏迷不醒的谢莫尼和那假道士在搜查时找到了很多他们以驱邪治病为名骗人钱财甚至致人死亡的罪证他们也是神棍了可是我觉得他蛮有料的他们将会因诈骗绑架冒名等罪名被起诉他们醒来后却一直像出魂一样除了吃和睡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我干这他妈是惩罚吗这他妈简直过胜利人生的你除了吃和睡什么都不用做心理医生会对他们进行诊断如果是装疯等待他们是监狱如果是真的疯那么他们后半辈子就要在精神病院度过了吧看我亲手把他们送上人生巅峰我也想要进去吃和睡经过检查他们服用过某种会麻痹神经甚至致幻的不明药物是的是我的小我和莫奇也被检查啊什么时候吃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浮水吧据说叶莫尼每天在我哦而莫奇则是因为被下药过度那些日子处于昏迷状态醒来后他不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做了一场梦梦里他在一片无尽的黑暗中寻找我还看到和他一样长相的女孩子在哭泣这一切真的是幻觉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不重要婚礼被推迟了几天错过了良辰吉日但也不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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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重要是我老婆很正 OK 唯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你哎，这一次真的是你哎，你确定吗等一下 我老婆刚刚有鼻梁了哎，她现在鼻梁不见了哎，这他妈是谁这他妈三胞胎吧这该不是那个阿嬷吧剧中哎，她最后写那一个很诡异哦这次真的是你四个小时刚刚好有吗我四个小时破完吗哦没有啦多亏了提示这一个按钮没有任何指纹在此拍摄过程中受到伤害他妈三小